香山湿地哈，我们刚好路过，路过就不要错过，进来逛一逛。这个是所以这个还是要平常日来。假日来可能这里人就很满挤了。对。这边很多招潮蟹。对，看那个沙滩上啊，哇，这个很多洞，这应该是都是螃蟹挖的啦，他们的习惯，吃一些那个里面的藻类。哇，现在刚好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大退潮，退潮退得很远，一望无际，没有看到海，跟他外山顶洲嘞，这个应该退了有大概3-4公里有哦，你看那边都看不到海水呢，全部都看不到海水。水。